在这样子古色古香的小屋，竟然可以吃日本餐，而且是在 Sakinchan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虾菇可以变 sushi 的。你看它的生蚝，好像鲍鱼酱哦，很大力哦，而且冷冷的。你看它的肉啊，够厚实哦。海鲜肉骨茶，少有哎。 浸泡在这个药材汤里面，很补，很好吃。每逢星期天傍晚6点，婆家开餐喽。